Oh.
Thank you.
战斗果然好艰难，还好干扰装置能够奏效。哇，苏珊娜姐姐太帅了！接下来我们一鼓作气去把那个什么愤怒夜猫侠号击败吧。<笑>谢谢米鸠的鼓励，不过接下来你和巡查员先生就在外面等我吧。哎，苏珊娜姐姐是想一个人进去吗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也要帮苏珊娜姐姐的忙。米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呀。 等会儿的敌人应该会很危险，就让我一个人去吧。干扰装置我自己就能启动的。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苏珊娜姐姐会不会害怕吗？应该完全不会了吧？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那些机器人感觉完全不是我的对手呢。或许之前我真的只是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力而已，所以相信我吧，米鸠。好，我相信苏珊娜姐姐。 没有敌人，刚才的战斗好可怕，幸亏没被米鸠察觉到我其实很紧张呀。腿好软，快站不稳了，现在赶快放松一下。不过，真正的困难应该现在才刚刚开始吧？该怎么做呢？苏珊娜姐姐，准备好了吗？巡查员叔叔说。 要将愤怒夜猫侠号从休眠中唤醒了，好的，这就是愤怒夜猫侠号。不过它现在还处于休眠状态，你现在应该能看到它周围有四根柱子吧？能看到，这些柱子是什么东西？愤怒夜猫侠号的功率十分大。 在启动之前，需要进行长时间充能这些柱子，就是用于充能的充能柱。我们的计划就是在它充能完毕之前摧毁它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首先你需要摧毁周围的四个充能柱，然后愤怒夜猫侠号就会因为功能停止被唤醒。哎，不能在它休眠的时候直接摧毁它吗？恐怕不行，休眠状态的愤怒夜猫侠号周身有着一层立场护盾。 只有将其唤醒，才能伤害到他。趁着现在他还未完全充能，被唤醒后会好对付许多。小姑娘，拜托了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但这个大家伙只靠我一个人能搞定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要瞎想了，苏珊娜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女武神规范手册写过，面对危机要做好准备，尽量创造有利的条件。 之前的战斗让仓库中的猫咪感到了惊慌，愤怒夜猫侠号进入暴走模式了。那我赶快启动干扰装置。糟了，干扰装置已经没电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躲起来！但这里完全没有地方可以躲呀！冷静，苏珊娜，按照女武神规范手册。哈哈，女武神规范手册上。
会怎么做？幽兰戴尔大人动若雷霆，敌人大概都承受不住他的一击。丽塔大人从容而优雅，谈笑间或许就解决了麻烦，而苏商大人一定是翩翩挥剑，将这个大家伙玩弄在鼓掌之间。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，我都没法做到呀。该怎么办？苏珊娜，快想快想，一定要想出办法。姐姐，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呀。对，现在不是犹豫发呆的时候。我一直期待能有一天自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女武神，不给其他人添麻烦，但好像不管我怎么努力训练，总是追不上大家的脚步。不论我如何小心谨慎，却总是把事情搞砸，以至于我只能安慰自己，也许下次只要勇敢一点，我就能打败敌人。也许下次只要小心一点，我就能避免出错。我总希望能靠向大家请教来找出自己的问题，但最大的问题我不早已知道吗？每次都是寄希望于下次，我好像就已经接受了自己不行的事实了。因为自己不如其他人那般强大，所以习惯了躲在大家身后，变得有所保留。但正因为我远不如其他人那么强大，在这种情况下才更应该放手一搏，拼尽全力呀。啊，苏珊娜姐姐，她冲过来了，快跑啊。不能逃跑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跑了。这次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向她挥出全力的一击。快跑啊，挥出全力的一击。准备好了吗？要跟上节拍哦。
到这里，猫镇发生的故事差不多就结束了。本来是想拍摄女武神的日常视频，但果然又变成了像是奇闻怪谈一类的视频。最后还在大家面前出了一个大糗，被仓库中的监控系统全部录了下来，真是太丢人了。不过我这次应该算是独自完成了任务吧，这样的我能不能称得上是独当一面的女武神了呢？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真的能打败那个大家伙，原来发挥了全力的我那么强，说不定这次女武神考核真的能获得一个好成绩。而且我还学会了与小猫亲近的技巧，这样一想能被记录下来真的好幸运。在我们离开之后，天敏对猫镇进行了详细的检查，排除了一切有可能发生危险的设施。关于废弃仓库的处理，天敏决定免费租借给当地使用，并提供技术支持，将其改造成一个专业的猫咪关怀中心。只是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其他关于夜猫侠的踪迹，就连那个神秘的猫咪兴趣小组也在我们回去之后就迅速解散了，所有用户也被注销，夜猫侠真的如同一个传说一般就此销声匿迹。不过因为这次事件，夜猫侠的传闻越传越广，慕名去猫镇的旅游者们络绎不绝，现在猫镇已经成为著名的度假村了。至于咪啾，不应该是卡罗尔，没想到她居然是刘易斯前辈的女儿。听主教大人说，刘易斯前辈打算之后将他送到圣弗雷亚去学习，这样一来去找他一起玩会很方便吧。哦对了，因为这次的视频反响很好，主教大人又给我安排了新工作，拍摄一系列关于天命企业文化的视频，在这里也算是向大家做一个预告啦。在这个系列中会有我和史丹一起来担任主持人，邀请各个女武神来到这里做客，分享生活，交流经验。史丹，你也很期待对不对？我们借此机会能与很多女武神面对面交流，想想就好兴奋呢。喵。那么这次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请各位期待我和史丹的新栏目吧。自信に満ちた笑顔、健康的な肌。やっぱりルイス先輩は強い。憧れます。在少女的努力下，猫之国度的灾难在有惊无险中结束了。但，真的结束了吗？愚蠢的人类，你们永远也想不到夜猫侠的真面目。其实是尊贵的本喵呀，我的计划是从猫镇开始，建立起将猫族视为神明的国度。但通过论坛指挥人类安装投石机，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。原本这次旅行是我亲自去检修设备的大好时机，但那个突然出现的调皮孩子一直缠着本喵，打乱了本喵的计划。最后还让整个基地的设备失控，将我长久的布局付之一炬，真是太可恶了。以后要重点防范人类小孩。不过没关系，通过这次计划，对猫族的依赖已经开始在你们心中生根了。本喵本来还正在思考下一个计划该怎么进行，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。这个冒失小姑娘的新栏目将会变成本喵征服人族的新工具。只要本喵在你们的视频中展现出猫族优雅的一面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本喵吸引。互联网真是太方便了，你们人族引以为傲的科技将会成为本喵向人类灌输猫族至上的理念，最终让人族屈服在猫族之下的利器。迷恋吧，沉沦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全体人类就会变成没有猫族就生活不下去的生物了。
转问线，你不用